在你来的发耳言，边我播放在一下，上面让你自加己州发利亚出州一利个亚赞美，耶稣基督利的亚赞美，感谢你，我已经感觉到你的信仰在每天来祝福我，我的赞美，我把谢谢你的恩典当成我的力量，撒旦拿出你的恩典，撒旦基本的在我的胸口当中的在你的这边吧，后来的恩典不要全部高抹他们，就是升高的同工的眼睛，让他们心心安处，求你的恩典。我纠正一下，那个至少传道说还没有出来哈、啊，警车把音响长老从成都送往德阳啊，感谢主，求主保守，求主看顾啊，我们，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感谢你啊、感谢你，借着求雨圣约教会在这个下午5点钟啊、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守望。啊，已经这么长时间守望着，来为这些受逼迫的教会和在里面的肢体来带祷。但是呢，今天他们也同样在受着逼迫，我们也同样要为他们献上祷告。主，我们虽然在地上遭遇逼迫，但我们晓得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份子。虽然我们在地上可能会被被抓被捕啊，被逼啊，被追啊，被赶啊，但是你仍然是你仍然是我们的元首，我们也要房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主啊，你是在列国的君王之上为元首的，就让我们来仰望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我们一一陈列的时候，你在天上，你在天上就在数算着我们的祷告，纪念着我们的祷告，你一一的罗列出来为按着轻重缓急来眷顾，来保守着这个教会，保守着弟兄姐妹我们就特别的求你来保守今天下午被带走的，今天上午被带走的肢体们希望他们尽快的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回到家中，听到他们的消息也盼望看到他们然后能够彼此得到安慰。感谢赞美主，随着我们的祷告，你就在做你奇妙的事，我们用信心向你仰望，求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唱这首我相信一山岗名叫哥哥他。我相信这永恒代价。
感谢主，我相信一山岗名叫哥哥他、啊、感谢主、啊、我们相信上帝、啊、他虽然这个世界是虚空的，但是还是上帝为这个世界预备了、啊、一个哥哥他山上的救赎。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啊、传道书的第三章16节到22节，传道书第三章16到22节，好，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空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将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读到传道书的这一段经文，传道书大家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就叫做、啊、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讲到虚空的时候，我们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一种虚空，这种虚空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公义也是虚空。追求公义应该没有错对吧？我想追求公义总比不追求公义要好，追求公义总比犯罪好对吧？追求公义，持守公义，总比去、放弃了公义，去选行不义的道、去走在罪恶的道路上要好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传道书给我们非常透彻的说了一件事，就是在日光之下，就算你在这个日光之下，你就是追求公义仍然是虚空的。为什么追求公义也是虚空的呢？啊，因为你将看到一个现象，在这日光之下没有真正的公义，没有终极的公义。因为在这个日光之下，在这个世界上，你会看见审判之处有奸恶，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相信大家在、教会受逼迫的环境当中都经历了这一点，都看清楚了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在教会受逼迫的环境当中一定想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啊、一定有想不通的东西，你想、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在政府、在公检法，在这些审判之处，在这些公义之处，你会发现他们、分辨了不明是非，你会发现他们会把、
教会当作敌人，会把耶稣基督的教会把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成为他们要取缔和消灭的对象。你心里一定会很难过。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深深的了解基督的信仰，你也深深了解福音你也体验经历了福音的能力，上帝的恩典体验和经历了教会的群体是一个美好的群体，你肯定会想不通。但是其实传道书已经给我们想通了，传道书已经给我们指出方向来了，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知道这世界的虚空，它不是一个终这个世界的公义不是一个终极的公义。这世界上有公义吗？有的，但它不是最终的公义。这世界上你说那就是全然都是犯罪吗？不是的。这世界上难道说这世界就是全部都是邪恶到一个地步一点公义都没有吗？也不是的。但是你总会看见这世界上就是亏缺了公义那么当你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会灰心软弱有时候会跌倒。我特别的想提醒大家的，其实在政府，在公检法，在这些审判之处有奸恶，有不义，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在教会。在教会里面 在牧师传道人身上，在基督徒身上也有不公义的时候，也有不公义的地方。其实这些事情对于很多人都会产生绊倒那我们就会问，那该怎么办呢？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就是我们要把我们对公义的盼望转向神的公义，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救赎更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爱更是公义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公义追求产生了那种幻灭感、虚空感，我们感觉到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公义，那就让我们转向神吧，因为神的公义是真实的。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不义，上帝会用这世界上的不义来成全他的义，就好像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这是世界上的不义。当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世界上的罪恶，那是一个经过了审判的，他们经过了这个比拉多审判，经过了这个公会的审判，但是这些审判之处有奸恶，他们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我们的神却使用着他们人的不义来成全了神的公义，他成全了神公义的救恩和福音。那在18节往下呢，就讲出来为什么神允许这种虚空呢？因为神要人在这些虚空当中看到人自己是谁，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知道人其实后面说不过像什么兽一样。其实我们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呢？直到今天人都很难区别人和动物，对吧？让我今天讲一个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会追求公义，动物不会追求公义。如果人被杀了的时候，人被亏待的时候，人被打、被殴打的时候，人会心里很委屈，追求公义。但是动物呢？动物，我们看到很多的动物都被杀掉，都被当作肉吃了。但是谁为他们主持公道呢？人和兽是不一样的。佛教认为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所以说众生平等，
其实你要看到一点，就是人作为神的形象，人会追求公义，但动物自身不会追求公义。那其实你要知道，当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的时候，这就是人和动物活的就差不多。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的时候，人遭遇了这些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人有时候得老老实实的说，我们的被造真的是一个恩典，我们作为人类真的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和动物没有什么长处和强项，动物的个子比我们可能高，力气可能比我们大，跑得可能比我们快，可是动物啊，它死了就死了，动物它死了，谁为它举行葬礼呢？谁为它去追讨它的凶手呢？其实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就是让我们也诚诚实实的说，我作为一个人乃是蒙恩的，我本身作为一个人也是一个尘土，动物也是要归于尘土，人也是要归于尘土。但是你看到吗？不追求公义的话，如果这个世界上不追求公义的话，人和动物就是一样的，人和动物就是一样的啊，公义就是天上生活的品质。不追求公义，就是说我们没有了天上生活的品质，我们只有地上生活的品质，我们只是一个属土的人，地上的人就是要归土的。不追求公义，就是我们入土的过程，就是我们被尘土掩埋的过程。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基督徒，首先要谦卑地说，我们真的是要接受我们的卑贱的地位，然后我们要感恩地说，我们感谢上帝使我们作为一个人，使我们今天也知道公义的事情，而且晓得是天上的公义，是上帝的公义，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如果我们追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我们不再是过一个像动物一样的生活。最后这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怨叹虚空，因为是神让我们感到虚空的，因为是神，是上帝，他要我们感到虚空而认出来自己不过是尘土，因为神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和兽一样不配追求公义，如今我们却持定神的义，那就是蒙神恩典和拣选的记号。当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这正是我们在黑暗当中做了上帝所显明的光，就求主给我们喜乐地服侍他，把身后的事交托给主。我们接下来有几个祷告的引导我想请弟兄姐妹们来随着这几个题目来祷告。第一个，你有没有因这些冤假错案感到世上公义的虚空呢？这些世上的不公不义有没有叫你更加喜悦和盼望神的公义呢？第二个，在不公遭遇的经历中，你是否重新的认识了自己和人生？你觉得人类在哪些方面像神一样，在哪些方面像兽一样？第三个，你现在经营的事有没有叫你喜乐呢？你是在教会服侍吗？还是在社会上有工作呢？还是在家里面来主持家务呢？那这些有没有叫你喜乐？求神以他的恩召吸引我们，叫我们积极投入为主而活的服侍。好，我们接下来请弟兄姐妹们一起开麦有两分钟的祷告，然后我邀请有一两位师姐来祷告。
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公义，世界上完全是虚空。我降临，只有行在这地上，只有你那里才有公义，只有你那里才有公义。这世界上遭到陷阱。让我们要重新的认识我们，重新的认识我们，我邀请有一两位肢体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再次感恩能够聚集我们这样一起祷告。主要我们知道，当那个寡妇向不义的官申冤的时候，开始那个不义的官尚且不听，但是因为寡妇在三番五次的寻找那个官，那个官感到不耐烦了，最终为寡妇申冤。主，何况我们在地上的选民呢？我们昼夜呼求，岂不申冤为我们申冤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深渊的盼望放在你的里面，以借由这个世上的环境告诉我们，看到人的这个审判，人所谓公义的地方充满了各样的不公义，充满了各样的冤假错案，不仅是基督徒，就连其他的非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能够看到世人的公义真的是一件破旧的外衣，在你眼中只不过是一件破旧的外衣，根本没法穿上。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这样的公义的盼望能够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这个世界上的观它环境是怎样的变化，但是主，我们始终相信你是为我们伸冤的神，你是为我们报应的神。主，谢谢你。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在撒加利亚临死之前，他对约押士王说的，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鉴察。主，但后来真的你就施行了你的审判。我们相信这个在地上短暂的时间，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就是真的存着这样的心，存着这样仰赖你的心，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是坐监也好，或者是甚至死亡也好，即使我们死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深渊，但是主，我们仍然把这个 盼望能够放映到你的里面。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心存喜乐，能够来面对这样不公不义的事情。奉耶稣的名，阿们。阿们。主，真的是你是唯一公义的主，在这世上日光之下没有看到真正的公义。哦，我们的弟兄姊妹被关押，被欺负，被不同的冷淡的方式来对待。主，你要敢在他们中间做建立的工作，做一让他们依靠你的工作。世上的艰难，世间的逼迫都不能够使他们与你的爱和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一样。主，你在公义的彰显在信他们心中，让他们更依靠你，跟随你，仰望你。主，你就是我们一切的主，我们一切的王，唯一的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依靠你，主，生命就得到建造，我们生活也可以有力。在监牢中求主你在弟兄姊妹和传道恩赐中做你在他们监牢中看过的工作，能够做你做他们见证的作为，传递自己的福音，让监狱人也能够听到福音，知道你才是真正公义的主，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认
你做他们的救主，我们把他们高墙外的地下老小多全家都交在你手中，求主你看顾保守，等待那个公义的光明，等待那个公义的彰显，是他们的家人能够安全的回家。我们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是安慰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在凡事都带领我们，带领他们，把荣耀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Amen. 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为着今天刚刚被带走的这些今天被带走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啊。今天十点的时候，这个有教会有这个工人学院的典礼，然后被冲击，请大家为殷强长老舒淇传道啊，学伟弟兄、应许弟兄、聂伯弟兄、本尼弟兄。为他们来一起献上祷告啊，请大家一起的开麦哈，我们一起祷告。赞美，谢谢严英强长老。好，我们感谢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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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为他们祷告，王英牧师、曹三强牧师、林大卫牧师、陈玉弟兄、傅玄娟姊妹、赖进强弟兄、常玉聪、李生慧夫妇、严建兴牧师、秦思峰牧师、张展姊妹、龙克海弟兄，请翻页。下一页应该还有吧？哎，好，郝志伟牧师、穆恩弟兄、王以诺弟兄、陈立忠传道、陈永飞弟兄、徐殿红、梁晴。潘自珍长老、黄华弟兄、包国华牧师、邢文香师母、张少杰牧师、李忠才牧师，请大家一起为他们有一分钟祷告，好吧？感谢主，我们一起来。主求你来保守这些在高墙之内的城墙，主啊，特别是那座来开心的城市，我他们真的是被压死倦。谢谢你，我需要你来祝福你出所得的家力量，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去为这个所求，帮助他们能够去为这个所求，仰望你。更是给他们极大的信心，我们在合一的心，真实的在你面前，对，我们殷勤的来为他们把这丰富的特质，具备人性，具备人性，谢谢主的恩典，主恩弟兄，王以诺弟兄，为立军传道，我们的爱我们这个国家，来去杀去，让他们带着一个道，永远在他们的心中，一个道永远在心中，他们的光芒。谢主，我们接下来请大家为还未判刑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我们要为张春雷长老、郝明长老、吴建朗长老、王晓光牧师、杨荣利传道、李双平弟兄、董永永弟兄、赵国爱姊妹、霍壮平姊妹、李杰传道、韩晓东传道、王强弟兄、连长年牧师、连旭亮牧师、傅娟传道、高国杰弟兄、望长聪牧师、望聪琴姊妹、薛少强弟兄、曹斌挺弟兄，请翻页啊，下一页。大家一起开声祷告吧。谢谢你，已经天父做出来纪念这些为这个教会在上面的圣人来求，他们还在里面，谢谢他们在那里，更多我们能够遇到更多的这些做过犯罪的这些的人，他们的福音，他们在凡是这些的执政掌权的，他们用他们的权柄来逼迫压迫你的儿女，或者是给他们一些的神之前，主我们来向你不是在求你来得听闻这个唯一主，那来不得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邪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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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们在
不是他们世界的人，也不是他们的人，他的丈夫是他的丈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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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丈夫是他
刘翠慈妹，她的家人就在你的手里了。虽然她现在已经出了看守所，她已经没有再拘留了，但是在此之前，正是她未信主的丈夫把她举报她的那个基督教的教育，是吧？这我们看到这家庭的征战的压力是何等的大。我们当中没有哪一个是说还没有哪一个是因为信主而被举报了的。还是被自己的家人所举报的，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怜悯她的丈夫，开启她丈夫的眼睛，使她能够真挚的认识你，抹去她丈夫对你里面的仇恨。谢谢你，我们也特别将这位刘翠姊妹也交你手里的，愿你加给她力量，使她能够度过这现在在家的日子。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是的，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看到你教会真的是实在荒凉软弱，需要在经历这一些逼迫的环境当中，你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的退后，尤其是有一些教会弟兄姐妹们好像也没有懂得主的心意，好像也没有愿意跟随主以至于退后。主啊，有时候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家人就应验了那个圣经上的话，就是你来了，这个叫地上动刀兵就是这个纷争的事在发生。我们也特别的，尤其是为着刚才提到的刘翠姐妹还有她的家庭，为着这个像这种典型的这种案例显出来，真的是这个我们现在家乡山西这一边的人心的刚硬，这个土地的刚硬真的是求主帮助能够及早的使这个土地能够被缓解，你医治这地，医治这病，医治这罪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被改变求你继续的来与众位在里面的弟兄牧者同工们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安全，保守他们的灵里的安全，身体的安全，保守他们的身体和灵魂的兴盛，保守他们在里面不断的被操练，不断的得到操守，生命被改变，越来越像主的样式。等待他们出来的时候，不是被这些逼迫把他们给废掉，而是他们废掉这些逼迫，能够在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废掉这些逼迫。求主将那死而复活的能力就披戴给他们，求主将死而复活的生命放在他们生命当中。感谢赞美主，求主也继续的与他们的家属们同在与各位师母们同在，给他们孩子们同在。谢谢主，求主也保守已经出来的这些被释放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使他们的心智被恢复，使他们被主更多的使用。谢谢主，慈爱的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宝贵宗名，阿们。好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开麦恭送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的父，赐给我们今天的日子，赐给我们我们的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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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帝祝福大家，再见，大家都平安，晚安，同在啊，伊玛内利，伊玛内利，平安，平安，平安，大家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